好，继续。好，所以把副产品提出来，那分子的部分其实也一模模一样样，好，所以就是把三 B， 我写到了分子，三 B 三株负二 A 负二 C， 可是你的 AC 是不是在前面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先对调，好，把它对调写成 AC 二 AC。然后呢，相差一个负号，所以负号就不见了，三株。之后呢，把二跟三都提出来，所以变成六倍的 ACB 株。哎，同学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了，对吧？那你的分子就分母又多了一个六倍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就变成六分之多少？负三倍的原本数字。那原本数字是三，所以答案就是六分之负三倍的三。所以答案就是二分之负三。可以接受吗？这样我们就解出一个 x， 但这个方法很明显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计算上只要是跟克拉玛有关，都不是很好算，计算都蛮大的。虽然简单我会算，但是就是很烦哦，加减乘除会一直不断的一直出现哦。那现在我介绍一个作弊的方法，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哦，现在教各位一个作弊的方法，给各位一个全新的视野。我用黑色好不好？黑色我用令姐。